你这个构造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再加一些连杆，或者让它？对，还要再加，一定还要再加。这只是一个隐形的主体，这是一个隐形的主体。至于说其他的东西，你看你要加什么，你要做什么样用途的话，再去做其他的。想要打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已经在做了。啊，你在做啊？你正在做了。